我跟叶爷们对妈咪们开餐喽！大家好，今天呢是我们来到金马仑的第一天，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去哪里吃早餐？走，带你去体验一下金马仑一日游。来，第一站我们来到金马仑 Cottage Street， 来吃一个丰富凉凉的早餐 ，Shop Breakfast。走。美国早餐，妈妈。Hello， 第二站就是 Strawberry Farm。有多久没有给人种过草莓了？来，一次满足你做种草莓的愿望。来到茫茫的世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来看一下。放心吧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打开了 radio， 来妈妈，吃我的猫粮。Here we go， let me。我的爷爷们，喂，妈咪们，开餐喽！剩下的冰淇淋奶油还在嘴角。现在我们回到地位里，走一圈。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。You don't know。快跑远。来。他妈带你一起到洛杉矶，吹着风。厉害。吃蛋糕糕。在好莱坞山顶。You don't know the just。今天是我们进门的最后一站，我们来玩 ATV。玩完这个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走走，来玩 ATV， 来。外头穿过的太平洋，我也不find you。如果你想找到我，那就抬头。Look at me， 巨像在享受好天气。晚餐，薯条。我没有打扰，哦哎耶耶，别嫌我打扰。转马卡带你一起到洛杉矶，吹着风和你。